小雨饿了吧？姐请你吃宵夜，顺便庆祝你演出成功。剧团大家今晚约了庆功会，说要聚餐。张宇，来合影了。那你先跟他们去吧，咱们改天。嗯，放心吧，你姐我能照顾好。姐，你注意安全。去吧，等你呢。玩开心。 小，饿了吧？咱们俩这是这么久，你还没去过三分之一呢。走，我让厨师给你整点海鲜。我还就对那些昂贵的玩意儿没兴趣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去家陪我去撸个串儿，我就爱吃那口。没问题啊，我找有个好地方。很少有女生好这口。我还就好这口。 哎，这家店味道真不错，你怎么发现这店的？那个老板是我一个老朋友了，我经常过来解馋，绝对是不会接的脏摊儿。但凡吃过的人，一提到宵夜，肯定狠狠的来这儿撸一顿。老杨，来5个腰子，10个心管，20个肉筋。哎，好嘞。来，谢谢严老板带我来见证这么牛的脏眼摊儿，走一个。我没听错吧？你敬我酒。 你喝不喝？不喝我干了。哎，季老板酒量可以啊，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。在这种地儿吃饭有什么好装的呀？高兴就行了呀。哎，咱们俩酒也喝了，现在算朋友了吧？看着你也挨撸串的份上，给你个酒友的机会。哎呀妈呀，奋斗2个月，整整2个月。 我也混成技巧我的酒友了，我容易吗？为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我自己喝一个。我说严大老板，像你这种炙手可热的钻石王老五，不去泡女模、大家闺秀、女明星的，天天盯着我这个女流氓，你脑子是不是被门给夹了呀？我就好女流氓这一口。 哎，我们队里有规矩，姑娘一杯，爷们喝3杯，你这速度，我把命搭上也赶不上。哪有这么多规矩啊？我喝酒就一项原则，我干了你随意。哎，好了，别一碰酒就把自己当女汉子，少喝点。你怂了？我严谨趴过去了。那就再开瓶。开酒。 今天晚上演奏实在是太棒了，他以后一定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，一定可以。嗯，以后你不准欺负战宇，他现在是我弟，你欺负他就等于欺负我。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他啊？行行行，我得多向你学习，多多帮帮这个孩子。你说。 战宇这么好一个孩子，怎么就偏偏生在那样的家庭啊？人各有命，老天爷给什么都得接着，他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，皮是这那，根本就不用担心。我觉得这个老天爷太不公平了，把不公、疾病、贫穷都发生在了战宇的身上，还袖手旁观，毫不作为。这个世上就没有绝对的公平。战宇这个孩子虽然命苦。 但他遇上你这么好的一个姐姐，他是幸运的。我知道我不是女超人，拯救不了世界，只是力所能及的帮战宇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已。这还微不足道？你比他妈对他都好，嫉妒死了！你这么霸道富态，一点都不叫人心疼可怜。我就当你在夸我。 好了，你不用担心了，只要战宇他自己肯努力，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。怎么什么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都这么自信啊？因为我是严谨。
一晚我和严谨聊了很多，他的风趣幽默让我感觉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过得特别快。回想起前段时间严谨为我做的那些事儿，他的确在用各种行动打动我，纵然我再铁石心肠，面对这个真诚又带有孩子气的男人，我终究还是招架不住了。呀，小五宝贝，起床了，来，吃早饭。昨天是不是你扒了我衣服？你是不是占我便宜了？你的衣服是你自己脱的，你的清白是我手中的。要我说啊，咱要是不能喝，以后咱就不喝了啊。吃饭了，坐。你的嘴怎么了？啊，嘴啊，应该是昨晚亲我太用力了。没事。你个臭流氓，占我便宜，你想死想死是不是？我发誓，我绝对没占你便宜。你要不是耍流氓，为什么不送我回家？你不要说你不知道我家在哪儿。你自己翻翻你的包。看看钥匙还在不在。我严谨啊，算不上什么正人君子，但也绝对不会做趁人之危的事儿。我这一大清早顶着宿醉，亲自下厨给亲爱的你做一顿早饭，你是不是好歹得感动一下？谁是你亲爱的呀？你昨晚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宝贝，你这么做事儿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你好歹吃完饭再走。别说啊，你穿我的浴袍，还挺有感觉。滚！哎、臭流氓！小五宝贝，下了班早点回家。对了，晚饭想吃什么呀？想好了给我发微信啊。要不要再喝点酒？今天晚上咱们喝点白酒啊。啊，白酒劲儿更大，来得快。滚！老板，老板，结账啊，老板。抱歉啊，一共消费78。姐，喝口水。谢谢。
昨晚和朋友玩的开心吗？几点回家的呀？姐，你昨晚正在严谨家过的夜。我昨晚喝大了，去严谨家睡的。不过，我睡的卧室，他睡的客厅。姐，严谨他真的不是什么好人，你最好还是离他远点。 放心吧，我知道。您的咖啡。 二位，先看一下菜单。哎，在宇今天休息啊？跟你说过了，他请假排练去了。要喝什么自己坐下来点，我先去忙。二位要什么？二位慢等。 你到楼上干嘛？帮你收拾行李。你也歇两天，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你有病呀！没看到我在忙，要封你自己封。都忙这么久了，出去放松一下很正常啊。跟你出去玩，你当我傻呀？赶紧走人。走不走？走！哎，你有病啊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 这个人怎么这么霸道呀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哎，怎么不夸我？你这个人每饭每秒都在夸自己，还稀罕被别人夸。你不会是要去利川吧？我倒是跑出来玩了，生意还做不做呀？你放心吧，咖啡馆那边我已经找人帮你盯着了。 战宇知道你在严谨家过夜了吗？我只是借宿他家，并没有做什么。关键是战宇是不是误会了你们？不知道，我没有明确问过他这个问题。关于我私人生活的部分，我是不是可以不说？不可以。凭什么？就凭这些事情。 都跟战宇有关系。既然我亲爱的小摩托，他永远不会堵车。既然我心爱的小摩托。 他马上就要到家了，钥匙呢？钥匙。我刚刚上厕所，以为钥匙掉了，那我怎么办？那进不了家门，只能睡大街了呀！我不要睡大街，我不要睡大街，我的小摩托。 好，不睡大街，不能睡大街，坚决不睡大街，走。
到家了，拜拜。哎，慢点啊！拜拜。别崴着脚，哎，这一边。对对对。哎呀，好舒服，我还没喝够呢，啊，我还没有喝够。哎，哎，哎，好热，工作好紧，嗯，啊，啊！哎呦！哎呦！怎么突然还诈尸啊？哦！哦，不痛不痛，我给你确认。啊啊啊！季小欧，老板，这肉没熟。哎，季小欧，你是不是装醉报复啊？我没醉，接着喝。以后不能喝，少喝点，我可不给你喝酒。赶紧睡。你谁呀？为什么在这儿？长得还挺帅。哼。嗯。哥帅，哥自己知道。你别说话。我要把你藏起来。哎，季乔，你还让不让人睡觉？哎，电话响了。肯定是严姐，家伙一天到晚给我打十多通电话，烦死了。啊，你说那个严姐成天到晚骚扰你啊，那她是不是特别讨厌？也不是很讨厌，其实。哎呦，我肉挺可爱的。恭喜梅姐跟刘总了，顺利的拿下了梨园的海鲜供应，还是全靠弟弟你开路啊！没错，这杯酒我们得敬敬。来，哎，市场啊，咱们是占了，但是运输物流这一块，弟弟说一句不好听的，以你们公司目前这个实力，恐怕是供应不上。这海鲜啊。最考验运输实力了，从温阳口岸到各个仓库，再到大小市场，最后到餐厅，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。如果物流这一块咱们能跟上，
利润至少能提升20%。太对了，物流这块确实是我们公司的弱项，接下来我会想办法提升这块的能力。严总的父亲成达物流不就是当地最好的物流公司吗？咱们可以跟严总取取经啊。老爷子一直都想退休，把成达交给我来打理。但我这个人你们也知道，骨子里就比较懒散。我能把这个三分之一餐厅做好了，就已经不错了。但如果梅姐需要这方面的业务支持，我分分钟帮你联系，哪怕单拉一条运输线都不是问题。严总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！之前对咱们是百般拒绝。现在连老爷子的物流公司都拿出来共享了。之前刘总找陆万金合作，不就是看上了他们家的运输实力吗？既然陆万金不想跟咱们合作，那我作为合伙人，提供这方面的业务支持，理所应当啊！理所应当。刘总啊，刘总这个人都太好面了，宁愿私下找人补短板，都不愿意跟我开口。咱们呢，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做生意，咱就要把利润最大化。如果每一回都是因为刘总的运输线出了问题，影响到咱们的合作，我这个作为合伙人呢，我可不答应。哎，我个人啊，表示支持严总的提议。谢谢严总提醒，这件事儿啊，我回去会认真考虑的。嗯，考虑考虑。来来，吃吧，吃饭。哎，吃饭。然后就是会放这里。战宇这小子做事非常谨慎，手机一直不离身。没办法，想要达到目的，我就要自己创造机会。消停两天，我这不闲着没事做吗？想着帮你清理一下水槽，谁知道这一碰就炸开了。小身板不行啊，赶紧上楼洗个热水澡吧。不用了，还是上楼洗一个吧，别着凉了。真是服了你了。吃的葱油拌面。
香啊！快尝尝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我儿子这手艺，就算将来以后不拉琴了，开家面馆也能养活自己。琴要拉，面馆也可以开。嗯，好。你不吃吗？我不饿。我再说一次，我没钱，你走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我是你爹，我来看老婆孩子，警察管不了我。你说钱放哪儿了？你滚啊！你别拉杆了，你给我走！你走不走？要钱是吧？我给你，赶紧给我滚！就这么点钱，这可打发我呀？你拉小提琴不是挺能赚钱的吗？下回可不能这么怠慢你爹了啊！哎，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妈，没事，钱我还可以再挣的。你又拿钱去买毒品去了，真是造孽呀！KK 的上线查到没有？我们研究了 KK 小号的通讯录，那上面全是些买家代号，而那个六哥就是刘伟的马仔六子。看来你的分析是对的。每当到决策的时候，小美人就很听刘伟的。每当我就要说服小美人的时候，刘伟都会蹦出来影响他。所以 KK 这小子必须得成为我们的人，为我们获得情报。我查了一下他银行账户，发现他有将近10万元的存款。所以这小子在不缺钱的情况下依然去贩毒，看来他心里的阴暗程度比我们想的还要严重。有些事儿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我在他的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。经过我的观察，这个小子本性并不是很坏，一心想做一个小提琴家。像他这种深陷无底洞却又不甘心死的孩子，只要给他一根救命稻草，他想都不想一定会牢牢抓住。真没想到你也有悲天悯人的时候。合着我在你心里是个冷血动物？你也是考虑到纪晓鸥了吧？小欧一直把战宇当成弟弟，我也不想让他难过。发展 KK 难度很大，他行动很隐蔽，想要人赃俱获几乎不可能。那就创造可能。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朋友喝多了，不好意思。警察班，请配合检查。往哪儿跑啊？警察，你这抓我干嘛？我怎么了？我你给我铐上，把口罩摘了。不是，我到底怎么了？
警察大哥，你们抓错人了吧？这是什么呀？不是，这不是我的。我不经常来这种地方玩，我没见过。我真的，这东西不是我的。你以为我们这随便抓你的吗？啊 ，KK。KK， 什么 KK？ 本名叫战宇，在酒吧街贩毒的时候就叫做 KK。我们跟了你很久了，你还狡辩。知道这点东西能判你多少年吗？我想起来了。刚才那个人他撞了一下我，这东西肯定是他放我身上的，不信你们去调探头。自己看看吧，连集团内部什么关系都不清楚，什么都不知道，闷头替别人卖命。我跟你说，刚才撞你那人很有可能就是六子的其他手下，眼红你的销量，故意害你的。这种人我见多，山上这些人就两个结果，要么被抓了枪毙，要么被他们弄死。我想死，我想死，我不想死。警察大哥，我死了我妈怎么办？你跟我说有用吗？我真不是故意要干这个的，还是没办法。想活着吗？嗯。只有一条路可以救你。你说，只要我能活，你说什么都行。将功补过，协助警方破获小美人犯罪集团，你就有一线希望。即便将来到了法庭上，你也算是戴罪立功。我们调查过你，妈妈重病，父亲吸毒酗酒，还有家暴，家里所有的负担都压在了你一个人的身上。喂，六哥。周五跟我去一趟利川，
去历城。我周五有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，刘哥？让你去就去，哪儿那么多话？嗯，行。准备到利川，车牌号是云梯7759。K K 要跟六子去利川，他没跟你说吗？已经过去小半个月了，我一直在等他的消息。这孩子状态不对啊，我担心他只说不做。他们俩去利川，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。我想到利川看一看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容易暴露身份。你放心吧，我有方法，你只要提供他们的定位就够了。就这样吧，开始行动。说过了，他请假排练去了。你上楼干什么去了呀？走！你有病啊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啊！你开这么快，不要命了？坐稳了，我可要提速了。战宇怎么可能会死？谁会杀他？你该不会怀疑是我杀了他吧？时间紧迫，咱们继续吧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是警察，我有权利怀疑任何一个跟死者有关系的人，请你配合一下。警察同志，请问您尊姓大名啊？赵廷辉。原来是赵副支队长，久仰大名。严总知道吗？当然知道。好吧，那咱们回到正题上。既然你已经喜欢上了季晓，那你怎么看待他跟战宇之间的感情？赵警官，你作为季晓的前男友，那你怎么看待季晓和战宇间的感情？季，这是我的证词，少一个字我都不认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现在是我在审你呢。刘伟的毒品交易才刚刚开始露出水面。那我就好好跟你说一说利川之行。